认养平同三十年，严父坚持到生命尽头。我像阿姨一样回馈社会，所以阿姨你一定要加油。等我跟你一起分享我成功的喜悦。到了严末还坚持要认养，情操实在让人感动。彰化这名51岁未婚的家福认养人王小兰，去年9月检出罹患脑炎末期，一个多月前还病发，差点不治。母亲不忍她对抗病魔，还要操心认养童，不断劝她放弃，但她仍坚持做到生命最后一刻。3年开始啊，她的妈妈起码为二庄的去打工，起码的后援，你的各种病都打得不一样。从他高山认养至今30年，已认养4人。受帮助13年的16岁少年高世昌，一听到阿姨生病还无法相信，昨天还特别制作卡片送给他。对我们来说，您就像是家中的一份子，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帮助。问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是，希望有机会大家一起出去帮忙。祝身体健康，祝你身体健康。